不停，对，大海的有劲儿呗。到晚上，晚上也这样。Hello，Hello， 好，我们现在在秦皇岛的秦皇开元大酒店，吃完早饭了，准备去海边儿，看看阳台上的海景。远处有渔船，有要准备进港的大船。那边是秦皇岛海港，这里是东山浴场。一会儿鞋别掉下去。我看右边下面有一个货轮。嗯。打球就是干嘛的里边？空的吧。我拿了，别动，别。走，吹口气儿，走，哎，做了一个小碉堡出来，追不上了，哎呀。往下了，别往下了，往前跑。那是海星。哎，这边的海滩漂亮，这边是三面，这正好出一个小犄角出来，三面海。然后这边三面海，那边这水真清。你尝尝咸不咸那水？咸。你尝了吗？海水不就是咸？你尝尝那有多咸呀？你尝尝。跟盐一样咸。你尝尝。你蘸一下，搁嘴里，手指头搁嘴里尝尝。咸吗？盐一样咸。跟盐一样咸。人家都没说舅舅那么快。这是商量了吗？嗯。这是商量了。什么？这不是上来了。上来了，是那个石头是。哪个那个？我的。等那水一下去的时候，一卖就卖到那个上面去了。上来了吧？干嘛呀？没事，现在是退潮。送给你。给你送一个公主来，嗯，你这个搁去，贝壳，嗯，别轱辘下去啊，嗯，坐这儿，了啊，坐这儿吧，不住了啊，扶着手扶着给你啊，哥哥过不来，先抬一个大的，抱起来。六年级的时候，跟奶奶来的。
就看到这个，然后走到这桥上，那时候就有这桥了。不买票，那边买票啊。我但凡好玩点的地方，停车好都收费。不是花见镇怎么好玩啊？这是到海里边啊。哦。我给你拍一个，你怎么过的来？我自己拍就行，不用你拍。我给你拍一个。我走这边。你怎么过？我给你拍一个。给爸爸去了，爸爸走远了，快点走。晚上我要堆什么？要堆什么呀？雪人。堆雪人啊？你们阿姨她叫什么名字呀？那个叫拉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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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拉铁宝宝，哪个过不过来？拉铁。叫他宝宝。还没看见。那可以再见，怎么走呢？快速的，哎，看谁快！这狗儿的，呵，别摸脸，星星。呵，哎呦，呵，进田里了。慢慢的，上前头的前头，一边走一边走。都翻着那个白浪花了，你看这浪，浪没有了，浪你看往这边看，你站这往那边看。